看到孟广家的空间感真的都站得非常开啊。对，所以也让麦卡跳在空中找钱肯尼，球交给麦卡洛，麦卡洛外线出手投进。马卡洛看了一下篮筐，往禁区走，要到犯规，到这一球，让沃克把球救回来，再往禁区送 ，Boy， 这一个传球相当漂亮。